第一个辰光，侬可能过驾驶员嘞，就是搞到别想到咱们别上车嘞，一晃就担心就过来，担心来，但来了这头上想到到撞到人嘞，就突然刹车了，车子从撞到人到停下来的时候，最起码都是百把米多了。有房子了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